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祝你好运节目，我是杨琼怡。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要跟观众朋友谈的是高龄不孕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妇产科医师蔡丰博蔡医师。蔡医师您好。杨小姐你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是，那么同时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也会开放现场的 call-in 电话，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您打电话进来，电话号码是 726-4613 726-4613。 现在呢，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蔡医师的个人档案。蔡丰博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院长，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荣登世界名人录，不孕症著作三本，连续四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今天祝你好运的节目要跟观众朋友谈的主题是高龄不孕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先来跟这个蔡医师聊一聊。我们知道说近几年有一个这个就是高龄做试管婴儿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好像是有一个好像五十几岁的妇女怀孕成功是不是可以先请这个蔡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对，这是一个53岁因为停经，可是她在家庭背景上有不生育的压力那寻求我的帮忙，那透过捐赠卵子的方式生下了一对双胞胎。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在这里提并不是说年纪大了就是一定很容易生，反而颠倒的就是说我们提出这个案例其实是要让大家了解说，不要看了很多年轻起来46岁怀孕生子，日本最近有一个60岁到美国去借卵生子，那像我的一个病人，他53岁做试管婴儿生双胞胎，那这样就以为说试管婴儿是万能的，是无所不能的。相反的，我们提出这个案例反而是要警惕各位，就是说要生趁早，反而你把年纪拖得很大反而是不利的。我们看一下BC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是一个53岁的我把它从苹果日报摘录下来的哈。那53岁抱双胞胎，那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中画面中这个是小阿姨抱外孙外孙抱小阿姨，换句话说这个53岁他已经有外孙那他又生了一个比他的外孙更小的，还小的，对。可是这个高中小女孩要叫这个他抱的这个小孩子叫做阿姨哈。所以这个当然他有他的特别的时空背景，他有他的家庭的特殊的要求，他不得不生。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通例，而是应该让我们引以为戒的，就是说要生要趁早。那这个通常不是一个特例，所以我们常常社会上，比如说六十岁，日本有一个最近生下来也是震惊全日本。那53岁这个当初也是几年前也是轰动一些媒体的报道，但是这个报道不应该让你误以为，或者是说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就是说我年纪大了反正我就是现在技术都可以，现在试管婴儿无所不能。颠倒，我们今天反而你听完我们今天这样分析，你会发现说要生要趁早，女人的年纪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它是一个好像一个沙漏，就是说你晃着那沙一直掉，到后来整个沙漏就掉光了，没有办法再把它倒转回来。对，没办法，没有，至少目前为止没办法。当然将来干细胞也许有办法。是，对。那虽然说现在这个试管婴儿的技术很发达，那么不过这个蔡医师在这边还是要奉劝所有的女性想要这个怀孕生子的话，还是要趁年轻那为什么？那像这个53岁的案例，在台湾来讲算是年纪最大的吗？我没有办法去查证，我想应该不会是最大，但是大概也是蛮年纪大的一个案例了哈。是，我们看下段 VCR。好。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说年纪大怀孕不容易？因为它会面临不容易怀孕或高度的很高比例的流产，所以我们要评估一个女人的卵巢功能，抽血，月经第三天的抽血，或者是抽 AMH 抗苗试管激素，或者说用阴道超波去测量她的滤泡数目，这些都可以很简单没有侵袭性的可以知道说这个女人或是说这个病人她还有多少的生育率或是生孩子的能力
是，所以我们通常是由客观的数据，比如说抽血啦，或者是由阴道超音波，那这样的就可以侦测到女人的到底生孩子的能力是多少。所以抽血在评估一个女人生育率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或一环。嗯，对，是。那要看这个女人的这个生育率的话，我们是可以用抽血的方式来了解。那主要是要看哪一方面的功能？对，它有两样到四样荷尔蒙可以看。比如说你如果说月经第三天，或者说月经的第二天到第六天，我们可以帮她测量 FSH、LH、动情激素或者是泌乳激素这些。嗯，那如果说她刚好凑巧不是月经第三天来找你，也许是第八天、第九天，那你也可以抽 AMH， 就是一个新的侦测卵巢功能的一个指标，或者造精功能的一个指标，相当好用。就是说，他不用说来，比如说很可能一个外县市的病人来找你，那他可能是月经第十一天，那你说啊，那你下个月月经第三天再过来，那病人很可能人家还要空跑一趟，所以太麻烦了。对，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工具叫 AMH， 我们来看下一段 VCR。好，那抽完血之后再来就是说试管婴儿在高龄有一些特殊的打排卵针的方案，比如说短疗程试管婴儿，或者是生长激素荷尔试管婴儿疗程，或者是超短疗程。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疗程呢？就是说是针对这个高龄的孕妇。高龄我们在打排卵针的时候，不像说年轻的或卵巢功能正常的长疗程也好，或怎么打卵子都很多，那高龄的话打针就蛮斤斤计较，就是说我用什么样的排卵针去取得更多的卵子试，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有办法透过不同的疗程拿到更多的卵子或卵子品质比较好的卵子，那这样的话对于他的试管婴儿成功率是有帮忙的。所以高龄会面临到一颗卵子、两颗卵子这样子在针，你不像年轻的，你排卵针并不需要打很重，可是你可能取到十几、二十颗卵子，那高龄的话可能就一颗、两颗、三颗这样子。他有时候可能打很多排卵针，但是也只有取到一颗、一颗、两颗，就是可能甚至还取不到。所以，所谓的空滤泡症候群，所以这一些花了一大笔钱而打取不到卵子后取到一颗、两颗，这些情况通常比较容易在高龄这个族群发生。是。那再来就会病人会问啊，什么叫高龄？到底多老才叫老？或者多大的年纪、多高的年龄才叫高龄？是。那一般来说我们等一下会示范一个曲线，就是37岁。那你会说啊，37岁不是正这还年轻吗？我们说40，你的一枝花那37岁应该蛮 UK 的怎么会是老？可是也许你的外观容貌现阶段美容啊、玻尿酸什么的都很弱毒杆菌啊，这些打了以后你可能还是30几岁，可能看起来像20几岁的小姐，可是卵巢的年纪不等同你身份证的年纪，这可能要让观众很清楚记得一点。就是说常常有病人就是说抽血出来，我刚才讲说小姐你停经了26岁，那他说才是我26岁呢，我还没有50岁。请千万记得哈，停经没有法律规定要50岁，从42岁到58岁这个年龄群都有可能停经，这是正常的。42岁到58岁是正常的，这个都还算正常的。还有一些人是不正常，就是他可能在40岁以前就停经，就要早发性卵巢衰竭。所以卵巢的功能不等同你身份证上的年纪。所以一个女人有两种年纪，一个是卵巢的年纪，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年纪，这是不一样的哦。有的人可能26岁看起来很年轻，可是他卵巢已经50、60岁的人。卵巢，哇，所以这叫早发性卵巢衰竭。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月经23天、24天很快就来，26天就来，那月经量很少，那不管你几岁，我会建议你赶快去找妇产科医师侦测一下你卵巢功能。不管你是用抽血，不管你是用阴道超音波，这个都可以侦测到。我高度怀疑这个可能是卵巢功能在退化的一个现象。是，所以这个如果说本身年纪不是那么的大的话，但是卵巢功能不好的话，也有可能导致这个不孕的问题。没错，所以卵巢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让一个年纪轻轻的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是多重的，包括比如说他生孩子的压力，那甚至比如说结婚前夕或者结婚前这件事情被侦测出来的话，那很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社会。假如说你没有一个真心的一个
爱情当基础的一个婚姻的话，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而会一个婚姻就这样子没有办法缔造、嗯、是。所以不过像这个年轻的这个女性，然后卵巢功能比较差的哈，这个毕竟应该不是说占绝大多数嘛。那正常来讲的话，是不是还是年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卵巢功能就会越来越差呢？早发性卵巢衰竭这个我们可能再挑个时间再来讲。我们今天再讲就是说，是当一个女人慢慢慢慢业力一天一天失去，年纪一年一年过老大，那多大的年纪你必须要心生警惕，多大的年纪你还没有生孩子你就要去求医。37岁，嗯，那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显示说，女人在16周的时候，在她妈妈娘胎的时候是400万颗卵子，生下来只剩下200万颗。等到你月经来第一天的时候，14岁，也许出经10岁，你是身上只剩下40万颗，从400万变40万。当你到37岁的时候，只剩下25000颗。当你到50岁的时候，只剩下1000颗卵子。那所以这些卵子都是生孩子的利器。所以假如说，当你的卵子从好几百万剩下到几万颗的话，那是很恐怖的。对，是，所以女人的这个卵子是跟这个日子一样啊，是越来越少的。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沙漏，就是说你把沙漏放着，然后哒哒哒哒哒一直流流流流、嗯，卵子就是每个月像沙漏这样一流不复回哈、啊，就是所以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曲线。所有的女人都是卵巢功能都是走下坡的，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卵巢是下坡上坡下坡上坡，或者是要走上坡，没有、嗯、它是目前一直往下的。对对对、嗯、诶，那这个蔡医师啊，根据你的这个观察，现在这个高龄不孕的问题啊，是不是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台湾、上海、纽约、东京，全世界都一样。为什么、啊、因为世界的竞争，大家人口越来越多，大家竞争越来越厉害、嗯、所以大家有些女人就说，我要经济稳固一点再来，我要储存的过多的教育费用再来，我要有固定的人际关系再来生，我需要有固定的安全的让我觉得心安的一个经济基础，我再来生孩子。可是当你这些都有的话，你可能40岁了、嗯、那你40岁你生孩子，可能你走进试管婴儿中心，人家说你要做试管婴儿，那你会纳闷就是说，哎，我什么都正常，为什么要做试管？而事实上40岁在做试管婴儿成功率是会降到4%到10%左右的活产率、哦、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如果说真的要生，哪怕你现在真的是事业很忙，我会建议你还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心在这一辈子想要生孩子，趁早生，不要趁晚生、嗯、因为事业可以先放着了。对，年纪轻的生很容易，年纪大的话会生会接得比登天还难。嗯，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以前农业社会没有电视机，晚上大家没有娱乐，晚上早早睡觉，那很早结婚，14岁16岁结婚多的是，那可能到40岁的时候都已经生了一打小孩子，是两打小孩子这样的生。所以那时候不孕症的比例不多，现在比例人口几乎每6对夫妻就有一对，是这个比例几乎你从彰化到台北到上海到纽约都一样，都是差不多1/6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高龄不孕的问题哦，真的是全世界都一样，就是有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趋势了哦。好，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先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蔡峰博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院长，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荣登世界名人录，不孕症著作3本，连续4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彰化市博元妇产科院长蔡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